馅儿多的都用那个捞，然后其他的我再整点大盘子。我觉得过年你可以发这种素材，就是中国人都很 traditional 什么，要做这种包饺子。好的。这几个又好吃哦。这是给浩浩的。你是不是不能看他们仨人？不行，你摊上，我跟你说，就承包给你了。